哎，龙尾青鱼，你买大尾，你买到几个？大尾你买哦。这养生鸡这大只啊，办道理哦。我这大尾你卖细只，鸡啊，一只卖哦，你开八百，开七百，开六百，拢免升价钱，三百五十六。小姐。来个，来个条好多股养生鸡无？三百五。三号咯，拢有啊，你也收着。来，我送完了，我。 来，这只恁阿买哦，这只哦，你甲情况嘛，甲行货嘛，这叫吼半斤以上的挪威青鱼，伊会干这大只，这大只，哦这大只，挪威啊吼，这日本料理一只，真假行个，真正四五百，我无甲你骗的吼，真正无甲你好笑的，来我来讲，全部四个人计搞买，我无甲你发五百，发四百，升价钱的挪威青鱼伊会干三百我啦，三百，买三百，这只佫送你，买三百，这只佫送你。 这一只半斤以上，我一只卖恁一百，啊！你今仔升价钱的人给来，我即摆卖你个三百，全部三个人计搞买，看你五百，你就买袂到啊！来三百，三百只三百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龙尾青鱼的，伊也干无，三百块。青鱼也干三百块。来，搁要食青鱼，伊也干无三百块。多少啊？青鱼伊也干，还有人要吃吗？三百。还有要吃青鱼，伊也干吗？三百块。三百哦。 龙有啊，你敢若唔捌买过，只只鱼仔你想要试一下无？百五了，一百五，有人要试一下无？这两位啊，这真正无人一只卖七十五的啦，我无遐好笑的啦，一只半斤上的哦，百五够买下无？有啊吼，收，爸爸讲完了，爸爸讲完了，来到人要食苏讲的包肉讲完剩五包。 三百五百，免啦，两个包给落啊，升价钱一百六，一百一百。有人要食包肉讲话嘞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有人要食包肉讲话嘞？有啊吼，大阿，你今日恁母阿嘞？我只啊，有来。啊，有来。今日无来，伊都冇无来。伊都冇无来，今日怎样无来？我来看要食啥？开心吧，今天我陪我妈，啊，多谢。 你要啥？这边就这样子啊，这一包卖卖你三百，卖你二百，卖你两百嘛，卖啦，这包我送你百五了。一百五。来，过来，要食烧的百五。两个。百五过来，要食烧的百五，百五。一百五，这边我来找。过来，要食葱抓饼嘛，秋干啊，三百五百，卖啦，这当个真正的加两盒啊，升价钱一百了。来一百。过来，要食葱抓饼嘛。多少钱？我。哪里去啊？一百。 一百块，两百只葱抓饼的无？一百块。葱阿饼。拢有啊吼，谢谢。啊，一包两百只啊，一包要食我话无就算了，到两百只一包一包贵哦。一包是迄个大型的鸡肉薄饼，这一包十块嘞。这一袋来讲五十，十块就五百，免五百，两百了。两百哦。两百块鸡肉薄饼，谢谢，帅哥美女感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收起来。哦，这杯恁那边啊，这杯灰青哦。 这杯鱼啊，连我家己不时把你煎，这只哦，夭寿，你看，这下鱼啊，这几尾拢无饲哦，这顿啊，你家收一寡咸鱼，收一寡盐梅，这就做好食。这一只餐厅出价鱼啊，讲，鱼啊，我加鱼啊，我者，五百，五百面啊，四百面啊，来，这两只互我送。大只啊，这大只啊，升价钱的来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。来三百。有人要食这个迄个回青的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回青够人要来三百，拢有啊吼。 来收票，来收票。嘿喏，我人家要啥我货，然后要来要食啥物？哎，六只三百，六只三百。哎哦，把你这边把你倒。来去啊，来去报价，六只三百。哎，你把你倒啊。伊是要啥物？哎，要把你倒啊。来，我这边讲起人家要偌济个？六只三百是报价，你讲要来？六只三百呀。 你也不要对了，三百收钱，百里头上面来，都系五百了啊。五百。来，你帮我拎一包，十五杯，十五只。等下接收上去。那不是啊，饮料啊。哦，饮料，上面。来，看咩三百？我上面有五百啊。一杯五百三百。
夹包佢咯，心围宽。你约什么？你弄过了？啊？你弄过了？你怕弄不？来，过来，别接手。什么？没有，我帮你叫而已。哦，你帮我买吧，你别接手。那么晚啊？那黑格其他我未，黑你少，沧桑论之对。黑白啊，黑白嘅，黑白嘅嘅。我点望？点望嘅，没问题。点望啊，无啊。啊。但我未赢。啊，我未啊，咁未。啊。我未啊，嘅。来，最后小。你掌握住啊。一支我无买，但系一支是做好笑。这真正客家嘛，真好个啦，只要你了钱，几多讲几多。非常好吃啊！这只有你有知影啊？非常好吃。物件讲话也真肯，这不是无好食，我才起来了钱袂起来。这是喏，时间地位一路到边，这我是无可能了啊！是，一个人加三百多个，创造认知就用我小胶棒来做好食啊！哦，啊，先加钱一百了。啊，一百。一百块。有两百只创造认知就无一百块。啊，后面一个。啊，一百。我叫个水果姐。为什么？要两块，来掏钱出来，掏钱。要两块，我先加条。啊，这两块你不会弄啊，这爱对吧？来一百的了，这追加一份，好而已。要吗？一百块。大姐，都不要了。一百个别爱不？嗯，四十万块一百。一百还有人要追吗？我买一盒，一百你买不落来。哎呀，对。一百了，够买一百的不？来，你上面请。三百，三百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来一个手饼，这是做好吃的物件。非常好吃啊！你还不是不好吃啊？了下饭，下饭。嘿，你信用是有够，有够贵的。你我做一只啊，你看。你做一做一煮落啊，了啊，真好。好香哦！好吃。来，这鸡腿上面请。好吃。另外两只就两百了。来两百。鸡腿两只，鸡腿三只，有你四只，五只，有你六只，有你七只，八只，三百片，只有五片两百。来，超前。够不着，牛二两鸡腿哇，两百。来，多少只？鸡腿两百，够两百只哦，牛二两五骨鸡腿，是啊。来，多鱼要不需要三片哦，你讲。来，够三片，别别。你希望我赔你啥？你一百八给我卡了，一百八只好吃，你买咩？一百八做好鱼啊。哎，甚至少了。你有当时啊看伊说的，这是真的有够香的呢。这足侪人过来，真正一家人花买两分买三分。啊，你叫人家看这什么鱼啊？白鲍啊鱼，这拢无饲干，一只两分尔，叫人家看。我来介绍，这大概拢真正的做好食的啦。香啊！真正的做好食的，来我来讲吼。这部我恁见到真油啊，用的真正的真好食。再过哩。白鲳鱼啊！白鲳鱼是啥？白鲳鱼就是白鲳鱼啊！就搞袂出黄鱼，就是黄鱼的意思，同款的白鲍啊！而且就拢大整鸡拢饱咧，加一支两斤尔。这嘛不是你欠卖呢？因为这个鲍鱼，这个鲍鱼真侪人买来，二四六七，八个人去，九个。我只有十个人去买哦，你讲这是啥物物件？你甲煎了，你就知影这啥物啊？我嘛无甲你画五百、画四百、画到天文数字哦，你唔敢煎？你试食一下，你会调新价钱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，一百，一只了，你就知影啥物啊？一百可以收钱。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公斤哦，你也一百。这你卖看，看这白皮哦，先看看啊，一百了。来个要食白包啊，一百块俩，白皮。
土村，哎，下当讲是一模一样。这个电话嘛，无接。下当讲是一模一样，一百多块，你食白白无？百零啊，百无。有啊吼。啊，那边来要食啥物？看无好个路啊，看无好退兵个样。来，啊，过来买啥？来，要食啥？人家唔叮当，要食啥？啊，无你给 B 位个话，用介绍无？米血。我来介绍一组 B 位哦，你听无？下摆来。来，我来你，我来介绍一个 B 位。伊这是三杯米血啦吼，三杯 B 位，你毛都要流了。来听拢听无？这米花哦，这 Q 搁入味哦，这大卖场一包89块，这上面蛋糕脆脆的，足好食，一包我总90，这三包米花鱼也是，这俗搁好食啦，卖互你加三包鱼啊哦，你若要食来200咯，来200，你买200，这包搁送你三杯米花新价钱，这包搁你食看嘛，夭寿好食，200咯，来哦，来200，来若要食三杯米血无，你要排块200好咯 ，Q 哦，三杯米花有哪要食无200。这个比我的 Q 啊，好，还个利弊啊，200到要吃三杯米血，有啊，好，来，这包给老板讲。有人要吃唐扬鸡腿出来无？来，准备了。这几包哦，一包1公斤哦，鸡腿包来做的啊，一包卖500，卖400，新价钱200了。来200。有人要吃唐扬鸡腿出来无？200。个人要吃唐扬鸡腿出来无？200。真的也好，钱也好，几包拢鸡腿来做的，200个要吃无？200。阿姐啊，这真正好吃哦！这几包拢鸡腿来做的哦，来了没有？